个周末你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我们可以一起出去逛逛街，看个电影，吃个饭。或者去游乐场。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去游乐场，但是我爸妈常年在国外，没有时间带我去。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坐的就是那个旋转木马，坐那个木马上上上下下，然后一圈一圈又一圈的。有兴趣吗？好啊，可以陪你去啊。真的？但是，我只把你当好朋友，你不要想多了。是像鼹鼠人那种好朋友吗？你知道我们两个不只是好朋友。我知道，你们很早就认识了，但是，我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毕竟你们两个已经分开了。一凡，你人特别特别的好，又单纯，然后又善良。谢谢。但是我真的不想浪费你的时间。孙大夫，你不要这么残忍好吗？我好不容易才有喜欢的人。一凡，你要知道，喜欢和爱是不一样的，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。谁说的？爱是深深的喜欢，喜欢是淡淡的爱。你就不能给我一点点时间吗？让我证明一下。要多久啊？总得有个节点吧。直到你喜欢上我为止。陈一凡，罗伯罗再转，他就要红了。你说他病情有点严重了。他原来是失眠，最近治疗之后倒是能睡着了，可保姆说他经常晚上惊醒之后然后大喊大叫。他是在回忆创伤性的事件。那他原来为什么只是失眠没有大喊大叫呢？他之前刻意不让别人还有自己提起这件事情吧。但他总是这样也不行啊，他经常晚上在惊醒之后非要让司机过去接你，说有话要跟你说。看，咱们还是按照又没预约的时间完成吧。OK， 我知道了。行，到时候见。孙树人呢？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哦，跟我说了好多心里话，然后就走了。你说什么了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哦，没有说错。你不想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？嗯。你一点都不好奇？真不好奇。